币啊，今天我身后这两就是麦币啦。今天这两麦币呢，它是要来换这个 Sober 的。为什么要换呢？很简单的，就是看到这个 Sober 已经漏油啦，然后已经不能够让这个车很 stable 了，所以就是换这一个。然后这一个已经换好了，首先把螺丝打松。外面的螺丝也打松，这样轻轻松松拿下来啦。这样完成啦，轻轻松松把两只 Sober 给换了。 MyV 就是容易。要怎样检查这个 Stabilizer Link 这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坏呢？只需要抓着这里摇，就会有一种松了的感觉。这边另外一边没有摇，然后也顺便把它的这个 Stabilizer Bush 给换掉。然后要换这一个 bush， 所以要把这两个螺丝拆下来，有两边的。如果这一个东西坏了呢，它会发出一些，当你震动的时候，车就会发出一些“嘣嘣嘣”的声音，就是这个问题从这里发出的声音。对我来说 MyV 就真的是一个很普通很简单的一个车，就算是修理方面也不会到很复杂，只需要比较少的时间，相对于其他的车就可以换好它的零件，而且它的零件也不会太贵，所以 MyV 还是 is the best。 在这里提醒大家，就是进你们的当地水的时候 Redator 水千万不要乱进水，如果乱进水的话就会造成生锈，然后穿洞，然后我拆下来整个牙箱就是为了换这一个盖子，因为它水里面本身就已经满都是这些生锈还有泥土，让这个盖子生锈漏水了。从这个洞里面挖出来的都是泥土来的，一种铁碎生锈的，所以进错水，进了那种黄泥水，就会造成你整个 engine 都会阻塞。今天要拆的这一辆就是 Dyna 小萝莉，然后你看它的 engine， 咦，肮脏到看了都饱啊，够力。然后已经把它的牙箱给拆下来了，换这一个 water jacket， 漏水。这个是旧的，这个是新的，铁的所以不耐，所以这个是铜的比较耐的。这东西很重啊，应该有20个kg。
喜欢我这样分享汽车小知识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